月下的时候一样，好不好？乐乐大魔王 PK 成功，等一下跳跳糖，每一个都看你一下，都看你一眼，哎。整乐乐，整他，对，好像他最好 Q， 来，好啦，你有过关。好了，我们要问一下我们的主角，我们的那个跳跳糖 OK 吗 ？OK 哈，OK 了，快点过去。那不然我给你一个报复的机会，你想要跳跳糖的其中哪一个来跟乐乐 PK？ 不是你讲，我们给他讲。哪一个？哪一个？你要谁？你平常啊，就是觉得哪一个最没有照顾你，还是哪一个最照顾你的？你 Q 一个出来。那你继续自己跳啊。那你想要选谁？你想要选谁？我们这样节目才精彩。对，从来没有任何一个舞团跟舞团之间有这样子的互动。小卷姐，你就算尿急，你要给我夹着回来。反正你眼神都放空，也没有人知道在看哪里。没关系啦，反正你尿急的样子也是放空啊。我跟你还有责任心，这种人怎么 Q？ 如果五秒之内没有到台上，整团上来跳，五、四、三、二，有没有？是不是很好 Q？ 因为他有责任心，他很保护团员。哎，你的那个小卷没有拿下来，其实可以不用拿，你干嘛提醒他、啊？我要尽一个主持人的道义，我不可以让他。我跟你讲，今天你为什么会踏上这舞台？因为他交错朋友，然后他最近跟乐乐当朋友，所以对交错朋友，他交错朋友，对，比方说他择友，你交到损友，对啊，我很想把他甩掉很久，还好他出现了，你愿意进来吗？还好菲菲出现了，不然他藏我很久了。我最近我姐妹来找我，确定。好，来啦来啦，你我跟你说，我刚刚有说奖励，对不对？你先站去那边给他们大家看一眼，然后你就可以回去你原本的位置。给你机会，快点！你平常很少让他们看你，要好好珍惜。对啊，说不定以后跳跳糖要正眼看。对啊，跳跳糖，给他一个飞吻，好吧？我们福利多一点，不然他觉得上这台很浪费。对对对对对。啊，你不用开心，因为下一个就是你，好不好？好，来菲菲，菲菲，我觉得菲姐。小卷姐，你知道为什么她会叫小卷姐吗？因为她头上都弄那个发卷啊，然后这样比较年轻吗？你是说弄上去以后比较年轻？来，那个小卷拿来给她。我就说今天找的这两个舞团就是可以让我整的。看看看，乐乐，乐乐，快点，你跟他交给我的方式。对。爱谁他就整谁。接下来那个跳跳糖的重责大任就是你手上，对不对？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一场不用心 ladies 跟跳跳糖之间的，你不用担心，我等一下就会叫上来了。好，让你心里平衡一点，小卷姐嘛。昨天小唐还为了他，你知道小唐就在消失一段时间之后，然后突然间满头大汗出现在我旁边，我说你去哪里，就他说